好，那我想呢，这么棒的一个活动，当然就要先欢迎呢我们 party 的主人来跟大家聊聊天一下啦。我想大家应该也对他非常的熟悉，所以呢，我们欢迎呢今天我们 party 的主人，来自我们管理局的局长杜启祥，杜局长，管理局长。主任好，我们园区同业工会的张秘书长及在场的各位贵宾啊，还有我们园区的工作伙伴们，大家晚安。晚安。首先代表科学园区管理局啊，欢迎各位贵宾、各位伙伴们来参加由管理局跟同业工会共同举办的这个今年度优秀从业人员的表扬大会及庆祝五一劳动节的这个晚会。有你们的光临，让这个大会跟晚会更加的光彩。那在座的今年度我们由各公司推派啊推选推举出来，然后经过遴选的93位的园区的优良从业员工，那我们是不是先给他们鼓个掌？今天是从大约快500家厂商，然后152000多名的员工里面遴选出来的。那他们最主要的就是在过去的一年里面，他们的工作表现、他们的技术、他们在这个研发精进上面及工作团队上面啊，这种团队合作的精神上面非常优异的表现。那过去3年，竹科每一年的营业额都超过1兆，都超过1兆。啊，去年是11633亿元，就1.1633兆。那我们也都知道，34年来科学园区孕育了许多国际上面非常具有竞争力的公司。那我们园区公司的产品在全球上面有很多都名列第一的，像是晶圆代工啊，全球1、2名都在我们园区里面。啊，像 TFT-LCD。TFT-LCD 的不管是大尺寸、小尺寸，在全球里面都有排名2甚至于3的，也都是在我们台湾。那科学园区是台湾，我们说过去2、3年啊，台湾曾经连续获得就是全球这个产业群聚最优良的这个国家。那这个里面，那科学园区是群聚里面的群聚啊，是相当重要的一个这种国家的这个资产。那这些之所以公司会有这么好的表现，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的从业人员非常的优秀，非常的努力啊。在这里，我们也为我们自己鼓个掌。那今天我们除了表扬优秀的从业人员之外啊，我们也有晚会啊，希望大家呢能够用叫愉悦的这个心情来欣赏今天啊我们为各位准备的这个节目。那在这边我也要再宣布一个消息，就是我们每一年科学园区也会，就竹科这边也会派一位代表来参加全国的这种劳工模范劳工的选拔啊。今年是由这个玉金能源科技公司的赖先生获得啊，我们也祝福他啊。这个也是竹科的几乎每一年我们都获奖。好，那最后敬祝各位今天晚上啊，能够非常高兴的来欣赏我们的这个为各位安排的节目啊，也祝各位万事如意，身体健康。谢谢局长。哇，局长也刚刚告诉我们说的，我们唯一就是选出了一个代表参与全国性的这样的竞赛哦，这种感觉好像就是我们今天进的学校，然后在礼堂里头，校长说每天都说我们的那个模范生非常非常棒，而且刚才局长也说了，这个1兆里头，我看今天在座的各位得奖的各位，应该是几秒钟是几十亿才跳的，所以你们很重要哦，好吗？好，我们刚才局长呢跟大家呢那个表达了开心骄傲之意，接下来
下来呢，我们就要邀请到呢来自我们同业会的秘书长张志远，张秘书长，是不是也要跟我们优秀的同仁们呢来聊聊天、讲讲话呢？张秘书长，恭喜！秘书长好。谢谢，谢谢每一个主持人，我们管理局的杜局长。各位园区的伙伴，还有我们伙伴的眷属啊，没有大家啊，我们园区没有这么繁荣的今天啊。那么首先啊，我代表我们同业工会啊，来感谢各位。同业工会呢是所有厂商的总代表，不但是资方的代表，同时也是劳方的代表。我们和管理局啊，像两只手，好，共同呢来打动一个有效率、有良好环保、有良好工作环境的一个园区。那么希望在这个园区里面呢能够创造好的价值。我们最近啊做了一个报告，把全世界30几个科学园区啊做了一个评比，最后我们选出18家，包括英国的、美国的、日本的、这个大陆的等等，包括韩国的。我们做了评比以后呢，我们新竹科学园区全世界竞赛总成绩是第二，第一名是美国的系统。那么这样的一个成果呢，是我们全体工作同仁、全体工作的伙伴在30几年来的一个努力。那么我们相信，不只是过去我们评比的时候我们有什么好良好的成绩，我们也相信未来呢，我们更有良好的成绩。那么同业工会呢，在跟管理局携手呢，共同打造一个有效率的环境里面，我们去年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说服了政府，把已经定案的公司法把它改变掉了。我们在公司法里面把员工分红这件事情呢，把它文字化定在我们的章程里面。最主要的目的，我们认为每一个在座的工作伙伴对于公司的经营、对于园区的效率、对于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有贡献，所以我们应该在公司的章程里面给予法定评分。那这件事情呢，终于得到立法委员朱峰的同意，我们很快的这个法令就会通过。我想这是我们共同要去做的事情。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想昨天我们也看到啊，这个我们在野党的主席也到新竹来，特别拜访了台积电。那么台积电这样一个作为园区指标的公司呢，竟然是全台湾去年生育率1%是在台积电。所以呢，我最近跟新竹的县长、市长，甚至竹北市市长在做交流的时候，他们非常引以为傲，而且同时呢，他们也正在改善未来奖励我们下一代的这种各种奖励措施，包括生育，包括整个教育。所以在这部分呢，也呼吁各位在座的伙伴们、眷属们，为了我们国家未来的前途，为了下一代，除了大家努力工作以外，千万别忘记增产报国。好，谢谢各位。那么祝各位身体健康，谢谢各位。时间了，今天我们都是配角，因为你看看哇，很多的这个包括眷属们花都很大，一束早就准备好了。代表员呢要把今天所有得奖的大家一位一位的请到台上来，那就要麻烦大家给予最热烈英雄式的掌声，他们真的很辛苦，15万多人，15万多，对不对？人当中选出了这一些人。好了，
何强推荐的贵阳新公司的洛丽娟，恭喜丽娟。同样是来自何强推荐的贵阳新公司的朱怡桦，嗨，恭喜怡桦。神达电脑股份有限公司的陈怡如，他是怡如。接着呢是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张青松，哦，这掌声比较大声，军火拉拉队来哦。好，再来是蒙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谢丽梅，的下一位是不是你是环球金源股份有限公司的陈博宇，对不对？好，我们就先请局长呢为我们这20位呢先来做颁奖的动作，好吗？好，刚才可能有些那个同仁的呢还没有及时抵达，那么请工作人员把我们奖状给我们局长，好吗？
个哈。好，来，我们请工作人员把我们的奖项。
来，下一批应该也是台积电为大体吧，对不对？为主体哦。来，大致上的主体，对。Thank you.
歌曲了，好的好的，让我
门户洞里是晚安。哎，不对，这样这个歌是不是活动就结束了？对，所以你要回去留到最后帮我们唱。然后最后 ending 大家，对，所有的前辈都唱完，我再出来唱这个歌。对，这样大家才舍得要离开这个礼堂。好，刚刚是费玉清，费玉清，对对对。还有特别想要看什么？还有特别想看谁？大家有大家应该是比较知道费玉清，其他的也不是那么熟。还是最近太忙了，都没有时间就传过来。之前的角色当然是有一直在模仿，然后叫萧敬腾。对啊。对啊，是是嘛，现在要模仿。没有掌声就来啊！我都已经 Q 到了，有没有？好了，再给萧敬腾，萧敬腾。现场的朋友，我是萧敬腾。发行了个人的专辑，当然很开心在五一劳动节的前夕呢，跟大家在这边也分享自己的音乐给大家。真的，因为你也算认真的，因为你一开始呢，可能大家觉得你不是歌手过来，可是你这样磨到现在已经唱片歌手，所以是很认真的。真的，大家认可嘛？希望大家真的能够在今天听完之后呢，透过一些合法的方式，合法的方式听，就像网络也很方便嘛，但有很多合法管道可以听一下我这张专辑。好，那你听完之后想买的跟我讲嘛，我在后面我准备是。真的，所以你好好表现。接下来三首歌你自己注意哦。好，好吧。我们来点尖叫声，跟我们陈大天，好不好？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在专辑里面。我这张专辑在做什么呢？是去年的十一月十一号发的专辑。十一月十一号是光棍节，所以这张专辑基本上就是一个我个人感情不顺的一张专辑所完成的。那所以说呢，接下来带来的歌曲呢，就是我本人告白失败之后，有一位老师。帮我量身打造的这首歌曲叫做《赖八八六》，希望你们会喜欢。很简单，看一下手。我不在意
失败之后，但是这首歌其实有一个比较励志的意义，就是我们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们都要坚持到成为一个金枪不倒的人，怎么样都击不倒他，屹立不摇。那我们要怎么互动？副歌非常的简单，当我唱我是金枪不倒，我唱我是，你唱金枪不倒，可以吗？可以吗？很简单，非常简单的旋律，好不好？我是金枪不倒，大声喊着我是金枪。我是局长，我是局长，就是金枪不倒，是吧 ？OK， 这么多厉害的人聚集在这边，我们都要成为金枪不倒。老师音乐，小佳，你刚去哪？你真的要知道，真的。有吗？没有，是不是？我害怕没有。
不能空手来啊。那有谁要？哪里？来，哪里？好，我丢了。不，安全第一啊，好不好？可以吗？丢了。小朋友，小朋友，可以吗？帮忙接一下，可以吗？一、二、三，哎，好，刚好，刚好。哎，中间的朋友，一、二、三，有没有这边的？这边刚好唱歌吗？有，有很大声吗？有多大声？你是？有没有想要跳舞的朋友？有想跳舞的朋友？你刚举手，很想跳舞，有吗？平常有在跳舞吗？没有。接下来这首歌有点互动，有没有特别会跳舞的朋友？有吗？有，那边有，那应该下来跳，一起嘛，好不好？一起的，可以啊，真的，可以，好不好？有签名的海报送你。一起啊！来啊，尖不是尖叫声！啊，只是要叫不下来这个。啊，不勉强。那接下来这首歌，如果可以的话，小朋友可以学一下，这个是一个很可爱的啊。你们还没有拿到，那你们要跳舞，跳个舞吗？好，等一下，等一下。接下来这首歌曲叫做《钓虾》，跟我们之前的艺名小虾很关系的一首歌。这首歌呢，有一些可爱的动作，小朋友可以跟着一起做，非常简单。比方说这样子，或者是这样子，像虾子这样。然后最后有一个比较高难度的动作是这样，啊，这是钓虾的一个舞蹈，小朋友可以练习一下，跟小朋友跳跳，可以一起来跳。接下来这首歌曲《钓虾》送给你们，一样还是送的吧？尖叫声不要停，尖叫声。
来，我刚才远远有说，我们今天是中中轻，刚才轻的已经唱完了，接下来我们要到中的这个部分，我必须说呢，它是台湾全台湾唯一一个呢控金恐音的三金都在身上了，而且我真的觉得它的声音呢，就是让你听了之后就会多云见雾。有没有人现在心情不好的？如果你心情不好，听他的歌声，你就会自动乌云散开，有没有？他有这样神奇的疗效哦。希望我们欢迎接下来这一位三金歌王，你一定听过他的歌，他的声音实在是太完美了。让我们欢迎一阵姚大哥。Yeah.
得主客来，真的是我们台湾最重要的一个地方。刚一开始为大家演唱一些民歌的主题曲，因为今年是民歌的40年。我们也会一直会办一连串的一些活动，尤其是在6月6号的这个演唱会。不过票已经卖完了，不好意思。好像6月5号的加场还剩一点点，如果大家有空的话，高雄还有很多位置。不过没关系，以后应该还会出 DVD 了，如果真的买不到票的话。不过很开心，就是这段时间民歌让台湾的流行歌曲变得有很大的一个影响，有很大的变化。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也是当时的一个大将叫李寿全，那后来他帮连续剧写了一个很好的作品叫守着阳光守着你。他说这首歌拿到歌词的时候，他觉得就是在写他的心情，他希望他每天早上是家里面最早起的那个，就像那个早起的晨曦一样的，他希望能够看到太太跟小孩的安详和美丽在沉睡中的脸，他觉得他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为他来演唱这首幸福的歌曲《守着阳光守着你》，谢谢。Cheers.
真的哦。对，阳光灿烂，有活力。哎，我觉得这样很好。真的，就是空气、阳光、水这样子。你说是水跟空气，我是阳光。那人生不可缺少的三大要素，这样大家好开心，因为能够在现场听你的歌声。我想问大家，你们头上如果有乌云已经拨开的，掌声鼓励一下。对，人家本来就很开心。哦，我说万一啦，万一比如刚刚好就是门口的车会被划掉啊，什么之类的，比较不开心这样。但我想他们都很开心，因为都得奖。我必须说呢，因为郑容大哥真的很厉害，就是数十年如一日，他的声音永远就是这么好。你怎么保养的？你知道像我是一个电台主持人啊，我也主持了十多年，我十二岁进电台了哈。然后呢，就是。难不成我要说我六岁出来就唱歌？我自己要先讲，慢慢发觉得我那个，然后呢，我就尽量我一滴酒都不喝，我是滴酒不沾，这样保养喉咙。那应正阳大哥，你怎么保养喉咙？可以让你的喉咙这样黄莺出谷般这样子？没有啊，天生的，就是心情要好一点。好的，你要知道，就是说有人说，一下说不吃这个不吃那个，然后怎样怎样，其实心理负担很大。哦，对，所以很紧张，就声音就唱不好。所以就是放轻松，然后把自己状态就很好，每天都很开心，睡觉吃饭。最主要就是说你的声带的肌肉这附近，就跟你身体所有的各方面的肌肉是一样的。哦。你不能让它过度疲劳。嗯。但是你要让你的身体保持很好的状况，就是说你自己要运动，因为它就是你身体的一部分。你身体健康，你有看过那个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的人会唱歌的吗？对，就是你要很健康。这个阳光的走出来啊，声音就是很真的，对不对？很好，很清澈。因为我在山上长大，我常被山上吼这样。所以在座各位呢，你们就是因为他们其实工作时数都很长，然后都是可能关在办公室或他们厂房里面啊，所以大家要运动哦，好不好？自己那园区里面每天来跑个三圈，对不对？其实园区这边其实运动也很方便，对不对？对啊，大家平常都有运动习惯吗？有。讲得有点心虚啊。羽毛球嘛，对不对？对，而且其实每个公司都会有他们所谓社团，羽球社、排球社或者篮球社，其实也可以趁这时间好好运动一些。对啊，其实我觉得，其实就算你什么都不想做，对，出来散步、快走，在园区里面或是跑跑步也是不错，对不对？真的，让自己流一些汗。然后他们，我知道很多的公司呢也有举办歌唱大赛，所以今天赶快偷学一下，好不好？偷学一下我们殷正阳大哥，看他的发声哪里，注意观看他的喉咙、喉结怎么动这样子。对啊，对，每一个公司都有歌王歌后了。是的，对对对。所以在我身边那位三金歌后，我想很多人可能年纪还小，不晓得哪三金，好吧？殷正阳大哥，我们来每日一次教学一下，是哪三金？金曲一定有嘛，对不对？对，你刚刚说歌后嘛。歌王。好好。我在想我的性别，其实是很确定的哈，不好意思。但是你们都没听到吗？有没有纠正我？哎，没听到啊。对，大家是心里怀疑一下说，今天是那个性别有点，其实蛮怕间断的这样。好，三金歌王，这三金是哪三金？这不简单，台湾应该只有你一个人。第一金是金曲奖，对不对？对。还是你其实自己忘记了三金？没有，不是，我跟你讲，对，怎么讲都可以啊。哦。因为台湾公家办的就是这几样。哦。在金曲奖之前，是没有金曲奖的，只有一种叫做金钟奖。金钟奖，后来分开，对。后来就是因为唱片很蓬勃的发展，对流行音乐，当时的新闻就觉得说，那干脆就帮流行音乐办一个单独的奖项，就改叫金曲奖。哦，是这样子的，就是每个眼镜你都有跟到，就对了。那以前出版界还有一个金鼎奖，对，年度会有一个，比如说作词、作曲或是演唱，他的音乐部分很少了，所以他的奖项很少，所以得的人也很少。那现在已经没有这项了，对，现在只有什么出版品啊这一类的，对。哇塞，所以呢，这更厉害，这个记录更不简单了，大家。好啦，所以今天我刚才跟你讲话，突然感觉你要主持电视节目，有没有？大家有看吗？因为那个建阳哥之前有一个电视节目在主持吧。我在大华有主持一个艺文性跟音乐性的节目了，但是有看吗？有啊，你刚刚应该有看啊。
师兄师姐，是是，对不对？好，看你这样子青春灿烂的，不太像常常看的。有吗？其实我气质还不到就对了。好了，我真正聊下去，我应该没完没了，对不对？因为我觉得那个林建堂大哥太好聊天了，我决定把那个时间回归到他优美的歌声上面，好不好？好。所以我们需要大家先掌声。
时期可以说是一个算是从校园里面开始演唱起的一首歌，因为在那个时候其实很多歌曲没有录成唱片之前，其实是在学校里面很多人都会唱的。那这首歌曲梁鸿志在当年他所念的学校，在还没有被社会大众认识之前，几乎每一个同学都会唱。就像一场破碎的我知道呢，刚才我在后台的时候，我就听说很多人是看到了我们
的这一位一代女皇的 FB 来到现场，就是要听她唱歌。接下来帮大家介绍这一位，在1985年的时候，你们应该都出生了，不要骗我，还没出生。在1985年的时候，有一首歌《一代女王》，想重温一下这个感觉吗？今天这一位已经8点来到现场了。山外山，谢谢，谢谢。